静修结要，一名五念简客。下莲居老居士住。净宗一法，一行难信，非叹教海，莫亏金牙。虽华严以十愿为归，天亲以五念为门，而末法浅学，未易具入也。必须熟读大经，方能略明纲要。然而今之修净业者，大帅仅持小本，于小本仅持勤义，能持唐义且诵大经者，殊不易睹。此其所以号称习净者多，而具身心切愿者少。信愿未深，而欲得真实受用，不亦难乎？庚辰之岁，病中发愿，净集经文，复以祖义作为简客，必受初击。曰：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，扩赞观愿相于义理之际，妄想不易成系，而正念自得现前。虚实既少，收效良多，是以复印以来，已立四版，受持获益，先后相望，结识省力，行者称辩，果能随文运心，久习纯熟，则于性修不二，静志亦如之理，不待研讨，自生信解。再读大经，于净土法门有如顺水行舟，扬帆竟渡矣。但每条均系经文法语，万物华口率意，至道轻慢，悟宜澄净前功，如尽慈光，方合天亲菩萨四修五念之旨，自能获密意于前移末运中。如嫌简略，则有大经五念仪行将脱稿，请益诸方也。世界联合普遍祈祷法会圆满之期，免寻同修善信之请，略提数语，用至缘起云：净宗学人运成下莲居，至于燕京玉炉欢喜念佛斋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Nam